尾巴在这边，露出蛇尾巴，确定位置，农业处与消防员三个大男人合力拉出大蟒蛇。黄金蟒体积吓坏大家，长三尺，重百斤，怀疑是被弃养。因为这个一般是饲养的比较多了哈，那我们现在是说。 啊，这个饲养的话是不是有饲主？如果看到这个新闻的话，他也赶快来认养。知道知道，知道你不舒服。抢救动物另一头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区一头山腔受困，牙齿勾到牙齿，你也要小心它的牙齿，对，会那个。山腔头部和颈部卡在森林保护网，越挣扎线缠的越紧，獠牙也卡住。用布围住山腔的头跟眼睛，以免它惊恐，然后顺利的用。 用剪刀剪开护网，绳子一剪断，检查四肢与身体，确定没有受伤，慢慢拉开被单，轻拍后背，山腔奋力一跳，重返山林。祝你好运！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